小伟游戏说，你看我来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想要最终吃到鸡，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位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会暴露位置的三件装备，菜鸟一概不知，大神却了然于心。一、三级包。三级包是吃鸡中最高级的背包，容量为250点，比二级包多50点容量，多出来的空间可以带很多东西了。但吃鸡中很多高手都不捡三级包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是因为三级包的模型比二级包大得多，趴在草丛中会凸出来，而二级包就能完美隐藏在草丛中。二、靶心平底锅。这是端游曾经推出的一款平底锅皮肤，现如今已经绝版。正常的平底锅放在后面还不显眼，好家伙，这东西装备上之后仿佛在告诉所有人，快来打我呀，想不死都难。三、花里胡哨的服装。不管是端游还是手游，都出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服装，看起来好像特别帅气漂亮，可扔到了游戏中不仅没有用处，反而会非常容易暴露自己，相信大家都有所体会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什么装备会暴露自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喜欢的记得关注、收藏、转发下哦。我们下期见。